很高兴又在这个地方跟各位投资朋友见面了。今天又是一个美好的夜晚。或许你听到我这么讲，你会说：“哎，刘老师啊，今天大盘跌了82点呢，为什么你又说今天又是一个美好的夜晚？”那刘老师啊，你今天的车标也很奇怪哎，11倍了，什么股票11倍了？有这种股票吗？各位投资朋友，不说你不知道。那我先请问你一个问题，你认为全市场400位老师里面，哪一个老师是全市场第一的老师？你先不用急着告诉我答案，等你看完今天的节目，我相信你心里一定会有答案。首先呢，今天大盘虽然是下跌了82点，但是你还记不记得我曾经在44块的时候跟你谈到一只股票叫做万润，还记得吗？那今天大盘跌了82点，很多股票跟着大盘一起跌，但是我有没有告诉过你，我的股票绝对不会受到大盘的影响。44块跟你谈到的这一档万润，今天各位投资朋友，相信你的眼睛，今天万润多少钱呢？56.8。我什么时候跟你谈到这一只股票的？44块，今天拉近一点，56.8，结束了吗？老师，这只股票已经涨12块了嘞，可以了吧？可不可以？不是你说的，我只能这么讲，这一只股票，你如果没有注意它的话，你一定会后悔。事实上呢，我梁老师，我告诉你的股票，难道只有万润而已吗？我上2月份的节目的第一天，还记得吗？都是这支优客。而今天，这支股票来到什么地方了？13块，告诉你优客，我怎么讲？我说这一只股票你安心抱着，有没有？13块的时候，安心抱着。如果没有让你赚到钱，我下台一鞠躬。哪一个老师敢这样讲？给他挂嘴，拉近一点，22.6，安尼有赚钱吗？13块。给他的22.6，啊，你有赚钱吗？我还记得当时我说我准备了100份，还记得吗？我说我准备100份，要送给你。你有来提没来提，我是不知道啦。如果你有来提，而且你听我的话，你不要跟我讲你没有赚到钱。13块，给他的。22块，那当然了，这支股票我说我们拭目以待嘛，23块，还记得吗？瑜伽23块告诉你的，而今天瑜伽来个头，23块跟你讲的，今天是多少啊？40块啊！我早就告诉过你，我跟你讲的股票，你如果不注意的话，你一定会后悔。瑜伽就是安尼，23块，今天是40块，又去。嘛是安尼，13块，今天是22块。万润，
四十四块，甲你讲，今仔日五十六块半，涨停板。那当然，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。你要是什么问题？谁是全市场第一的老师？我们先看这一只股票，有一只股票，当时还很便宜，多便宜？拉近一点，7块。足上吼，77块，足上吼，就是因为便宜，所以你看不起它，所以你不愿意买它。为什么？在一般投资朋友的观念里面，一只股票在10块以下，大家都认为这家公司一定怎么样，一定有问题，是不是呢？所以，当你看到有一只股票竟然只有7块钱的时候，你不要说买它了，你连多看它一眼，你都不愿意。可是呢，我梁老师，我在7块钱的时候，这一支新传媒，我有没有告诉你它会风云再起？啊，到底有风云再起啊？不风云再起啊？风云再起到底什么意思？梁老师的话大家都会讲。很多老师都说某某股票会涨，某某股票会涨，啊，结果就无起咧。啊，你老师啊，啊，你讲这支股票7块钱的新传媒，你讲伊会起，啊，到底有起啊，无起？你知道他今天多少钱吗？7。啊，你老师啊，哪有起啊？7块钱，啊，今日嘛是7块钱，哎。看清楚哦，7，但是这是七，后面是小数点，这两个数字是七，后面是小数点，这是整数，这是小数点，这是整数，这是小数点，七，给大家。79块钱，你没有看错。今天新传媒就是79块钱，7×11等于多少？77。所以。当它涨11倍的时候，它的价位应该是77块。可是呢，它今天涨停板79块，不管是77，不管是79，这支股票，主我跟你讲，到今天。这是啥？七后面是小数点，79后面是小数点，所以它从七涨到79。最近啊，很多老师都在讲原相。有人讲：“梁老师，你有没有讲过原相？”我讲无，我无就是无。话又说回来，原相敢有法度甲这支股票来比？怎么比？今日原相嘛涨停，今日新传媒嘛涨停，但是新传媒涨停，涨停无大劲，7块，今日
你没有看错。什么叫做一万变成十一万？什么叫做十万变成一百一十万？什么叫做一百万变成一千一百万？什么叫做一千万变成一千一亿一千万？就是这样呢，一万变十一万，十万变一百一十万，一百万变一千一百万，一千万变一亿一千万。在你做股票的这么漫长的过程当中，各位投资朋友，我相信你有没有买过这种股票？你光是看这个，画这个曲线哦，其他老师在讲什么股票，你很清楚。而这些老师所讲的股票，如果跟他比起来，全市场涨幅第一名的股票，不是别人。所以你应该可以回答我的问题：全市场第一的老师是谁？你错过的难道只有新传媒吗？宇嘉算不算？那万润算不算是你错过的股票？再加上优客，今年以来你错过了多少赚大钱的机会，你知道吗？还需要我去提醒你？各位投资朋友，万润你会买？你有买不？没买。游客咧，你有来提不？你没来提，你当然也没买啊，对不？宇嘉，你有没有买？新传媒，你有没有买？大家拢标价呢，我大家拢有讲，啊，你大家拢无买。各位投资朋友，今天有一只股票，我告诉你的股票，我再强调一遍，我再讲一遍，我告诉你的股票，你如果不注意的话，你一定会后悔。万润就是这样。优客也是这样，对不对？宇嘉也是这样，新传媒更不用讲。今天有一只股票画家了，人人买得起，人人赚得到。那这一只股票到底筹码干不干净？来，够干净嘛，对不对？我告诉你，这一只股票即将起标，你卡手也卡慢，拍死，我来等你。我给你比一下，伊的图来，要不要跟是你的自由嘛？万润，你四十块跟的说跟的话，你现在不是赚了吗？优客，你十三块跟的话，你现在不是赚了吗？宇嘉，你二十三块跟的话，现在不是赚了吗？新传媒，你七块跟的话，他该变鬼啊！那如果你万润没买，宇嘉没买，优客没买，新传媒没买，我今天我再给你一次机会。这一只股票哦，人人买得起，人人赚得到，而你没买，当然赚不到嘛。对不对？福尔，来你自己看，画家，福尔喜进，即将起标，遇时不候，
你卡手卡慢，歹势。都摊像万润，你卡手卡慢，歹势，歹等你啊。优客，你卡手卡慢，歹势，歹等你啊。宇家，你手脚如果太慢的话，不好意思，不等你了。新传媒，再看一遍。就是这样。今天我问了这一支股票，哎，不是这支哈，不是这支优客啊。今天我为了这一支最新的股票，我今天我只收你最基本的费用，其他工本费、成本费、手续费、行政费，我通通都不收。等你，你再来升级，这样可以吗？我今天只收你最基本的费用，等你再升级。想新的这支股票，来，再看一遍。如果你万润没跟到，如果你宇嘉没跟到，如果你优客没跟到，如果你新传媒没跟到，我再给你一次机会。今天只收最基本的费用，其他分文不取，赚到钱再升级正式会员。赶快先跟我的助理联络，休息一下，等一下回来，谢谢。电视有无限可能，现在申请还有数位机上盒免费优惠哦，数位超 easy， 生活更 happy。 投资是门专业的事业，也是门良心的事业，固德投顾拥有期货股票双证照，是您投资获利的最佳伙伴。入会咨询专线02-2578-3000 2578-3000，最专业的投顾，固德投顾。用心，用心，还是用心，是固德投顾给会员最大的保障。也只有用心，才能为会员创造最大的财富。免费资料索取专线02-2578-3000 2578-3000，最用心的投顾，固德投顾。当您投资失利、求助无门的时候，别失意。固德投顾秉持良心经营，专业投资帮助您，拥有期货股票双证照，使您反败为胜的最佳利器。入会咨询专线02-2578-3000 2578-3000，最挺你的投顾，固德投顾。黄金双节运，五站到大安，精品饭店宅。PGW 国际建筑团队，台北时尚一至三房，02-9486777。老师说，地震时要蹲下，脚掩护，不要惊慌。妈妈说，疏散时要不推不跑，才会安全。可是为什么大人们都不保护自己呢？防灾需要行动，教育需要榜样。防灾教育要身体力行哦。欢迎回到第二个阶段，各位投资朋友，我们先来看一下几支股票。优客，13块告诉你的，瑜伽23块告诉你的，新传媒7块钱。大家老师嘛，拢家己足厉害。大家老师嘛，拢讲伊家己第一名。
那我就想要请问这些老师，这张图你敢提出来？这张是啥物图？这张就参照藏宝图同款，你知无？这句话安怎讲？再拉近一点。我逐天吼，我画只涨停板吼，画到手就足酸的。但是我紧，重要的是，当初我在这个地方告诉你的时候，你有没有放在心里面？不只要放在心里面，你有没有马上行动？有的话，我恭喜你，因为他从这里到这里11倍，那如果你没有买，你如果这里没买，你会对心肝无？今日不是讲我梁老师，我伫遮，我嘛无甲你讲，安尼是我的不对，但是。今天这天有嘴说好无乱，甲你估正，价格要贵点啊？无爱，你就一句话，无爱。无爱好啊，今天嘞。你不但优客没买，宇家没买，乃至低高票，你也没买。那你今年有赚到钱吗？各位投资朋友，如果你优客没买，如果你宇家没买，如果你新传媒没买，那就算了，不要再追了。为什么？但是我告诉你，我告诉你的股票，你一定要放在心里面，你一定要马上行动。比如说这一只股票，想心呢，人人买得起，人人赚得到。那你没买，当然就赚不到嘛，对不对？人人买得起，人人赚得到。福而喜进，看到吗？即将起标，遇时不候，你还要等。你从优客一直等到宇家，宇家一直等到新传媒。各位投资朋友，今天这一支最新的股票，我要给所有今天进来的投资朋友，这一支股票我有你比一下，好不好？安尼啦，看到吗？今天啊，这一支股票啊，我要给所有今天进来的投资朋友，各位投资朋友，如果你优客没买，宇家没买，新传媒没买，接下来这一支股票，我告诉你，你卡去啊，够卡慢了哦，拍谁？我来带你哦。今天我为了这一支股票，我只收你基本费，其他分文不取。安尼对你有好啊，无好啦。今天只收其他，等你再升级，这样可以吗？今天进来的时候，办好手续的时候，记得跟我的助理要到这一份资料。今天只收你最基本的费用。这样可以吗？赶快跟我的助理联络，祝大家赚大钱，谢谢。
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有无限可能，现在申请还有数位机上盒免费优惠哦，数位超 easy， 生活更 happy。 投资是门专业的事业，也是门良心的事业，固德投顾拥有期货股票双证照，是您投资获利的最佳伙伴。入会咨询专线02-2578-3000 2578-3000，最专业的投顾，固德投顾。用心，用心还是用心，是固德投顾给会员最大的保障。也只有用心，才能为会员创造最大的财富。免费资料索取专线02-2578-3000 2578-3000，最用心的投顾，固德投顾。当您投资失利、求助无门的时候，别失意。固德投顾秉持良心经营，专业投资帮助您，拥有期货股票双证照，是您反败为胜的最佳利器。入会咨询专线02-2578-3000 2578-3000，最挺你的投顾，固德投顾。妹妹啊，去洗碗咯。妈妈说女孩不会做家事会被人嫌，爸爸说女孩读理工将来会很辛苦，他们为什么不对哥哥这么说？ CEDO 让女孩有发挥潜能平等发展的机会，我可以当科学家，我可以做工程师，我甚至可以开飞机。我可以，你也可以。 CEDO 促进性别平等，让世界更美好。机上盒让电视有无限可能，现在申请还有数位机上盒免费优惠哦，数位超 easy， 生活更 happy。